门迎客。我们要接见的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。太阳只有一个，永远不要僭越。欢迎进来，笨仔叔叔。嗯，欢迎你。哦，琳达同我讲定亲宴，亲家公怎么能不来呀？啊，我现在只剩下一个血缘上的父亲，二十多年没见了，是个东北混社会的老炮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活该走。小齐呢？哎，老五来了，谢老管齐啊。多泡一会儿啊，多泡一会儿好下泥儿。这谁家孩子来了，别往里尿尿啊。师傅请喝茶。这位你们认识吗？这位呢就是我们搓澡界的祖师爷郑黄旗，官拜五品下村都尉。想当年他是乾隆身边唯一的备用搓澡人。为什么叫下村都尉？因为他搓澡是真下泥儿啊。这条毛巾跟了我二十年，今天为师给你们亮条绝活。有没有搓澡的？天下熙熙攘攘，该是利来利行，想了投机，跟上我先了。那得怎么到底怎么补都对，那曲儿的事吧，就曲儿曲儿这么这么给。坐着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我告诉你几次了，三遍，三遍，三遍。你说这边三遍，那完了这边往回补了吗？这可能是音乐的毛病，有时候老补了完了回不来。老五，我问你，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有啊。你说这话，你昧不昧良心呢？你心里有我。那上次那女的是谁呀？哪个女的？蓝玉慈那个。上次啊你说啊，上次我就是跟她处了嘛，处去。处了咋不结婚呢？处了。处完黄了。黄了用啥呀？他爸不同意还是他妈不同意啊？他爸他妈都同意。那本人呢？本人就更同意了。本人同意结婚呢，本人同意。结啥婚呢？她老公不同意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粉儿过来，你给我。
花姐，我这脑袋脖子确实受不了，你能不让我布隆不？什么玩意儿？布隆啥？毛裤。啥的？我织一冬了，青纶的老暖和。行，我待会拿回去试吧。不是老五，我发现你现在咋这么熊呢？你，我咋的了？当年别人欺负我，你抡大管教就上，你那劲儿干啥呀？你吓我一跳，你干啥呀？我也知道，斌子一天找不着呢，你也没心思干别的。你能不能不提他？你出家得了。你看你能不能别老提过去呀？行，干啥呢？啥干啥呀？我洗澡，我干啥？那我不来一下，你咋不洗呢？你要不要点脸呢？你还你一来我就洗澡，那虎样子！用我给你搓搓不？滚！我不帮你搓，你后面能够着？够不着，我自己我蹭墙。也是真犟，自个蹭的。谁呀这是？哎。喂，请问你是安口吗？你打错了，是哪个安口啊？你是不是叫五八万，外号老五？你咋知道我叫五八万呢？您好 ，uncle， 我是您儿子的未婚妻，我叫 Linda。谁？您儿子武斌跟我提过，他八岁那年就离开了您，再也没有见过。但现在事情紧急，斌子出事了，请您立刻来主持大局。在哪呀？深圳。琳娜，你不带我上医院看斌子吗？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？Uncle 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你儿媳妇，也是斌子唯一信任的人。他签过文件，万一自己出事，只有直系亲属能继承集团的管理权。但现在只有您有资格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接任总裁，以防有人毁了海洋之心啊 ，Uncle。你放心了，斌子没有生命危险的。办完事，我直接带你去见他。欢迎光临海洋之心。什么玩意儿？谁说话呢？帅哥，里面请。这孩子挺懂事的，这孩子。他是我们的迎宾小强。斌子能把生意做这么大，是斌子的吗？是的，安口。海洋之星连续三年蝉联消费者最满意水疗休闲场所，是深圳水疗文化的领头羊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盗洞，这孩子随我呀。安可，您是需要？我不是，我要去趟洗手间呢。哦，洗手间，那边。Thank you.
是冰总的父亲，现在合法代言海洋之星总裁，他不签字合同无效。琳达，管理层已决定跟亮坤先生谈妥溢价，转让海洋之星，我们公司没救了。安可，您那边讲一下哦。我宣布，海洋之星不能卖。谢谢。大爷，这是我们公司管理层的决定，不是您受的罪。琳娜，我说的不算呐。公司章程白纸黑字，总裁是有权行使一票否决的。喂，王生，我不管你们搞什么大龙凤啊，你别浪费我时间，没搞清楚。啊，亮坤先生，你们要抄着出去抄。亮坤先生，哎，来，咱们继续开会。那个我呢，脚踏生地，眼观生人，初次来到贵方的你们。好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辽北社会知名活动家，在东北有个买卖叫玉龙祠，用你们的话说是什么呢？休闲洗浴桑拿会馆，我是那的董事长兼行政总撮。谢谢。门口你慢点。往前走几步忘了。没事，行了啊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海洋之星危机非常大，现在不卖公司，等毁在您手里，你扛得起吗？我儿子扛不起，我能扛起，我是海洋之星董事长的爹，能扛起不？大爷，咱成年人别耍嘴皮子，我给您一个月的时间，按您的方式管理，生意没起色，马上卸任总裁。没问题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另外呢，我跟你们再说。散会。琳达，散会应该我说吧？没关系，安口，棒棒的。患者遭遇车祸，深度昏迷，但时常有亲人陪伴，或许会有奇迹。毕竟你们父子连心。谢谢大夫。八千里路，云和月，五十功名尘与土，白了老妇头，望儿空悲切。小的时候遇到坏人，爸爸没有在身边保护你，长大了你又遭这么多罪，爸爸也没陪伴你在你身边，不过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一时一刻不会离开你，
爸爸一定会护你周全。烟了，扔给爸爸，江湖救急。阴影犯了，谢大佬，江湖救急了，此恩日后必报。是谁在病房里抽烟？这位大叔，可以麻烦您到外面抽烟吗？不要影响我们患者休息。我没抽烟。让你摆了一道，你明天再来呗。季老板，您病都好了差不多了，怎么还没出院？出院，不是要我投资，就是找我转房了，没人情味。在这里，琳达每天来陪我多好啊！说起来，刚刚那个歹佬对他的儿子还真是有心啊。是。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哦，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，欢呼老酒。谢谢二哥，我敬你一杯。谢谢你还请我喝酒。喂喂，安可，您在哪儿呢？我来医院接您了。我这边有朋友正喝酒呢。安可，我给你安排了酒店套房。没事，不用管了，你把那边那房退了吧，我这在外有定住。您那边住的环境怎么样啊？罗湖独栋，南北通透，大开间。你不用管了，喝酒呢。哎，大哥，近期将有一股寒流突袭南方，广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反常天气。总裁昨天不是说他住的是南北通通大套？城管大姐，我们哪算大哥，不让我们在这里住了。安康，公司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。你把衣服换上，用完早餐，我让 Vivi 送你去海洋之星。总裁，这是您第一天上任，营养必须得要精。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西式早餐，还有中式早餐。您看，先回公司吧。兄弟，这摊交给你了，有时间我还回来找你喝酒，啊。我是等也是不等你啊。
说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啊？啊，我们公司是不是人性化管理呀？斌的司机老张也是龙岗车神、凤凰山漂移的高手，你们谁能做到？还有保洁王阿姨，她也是我们福田老年队冰壶队的主力选手，为了给我们服务，推掉了多少次比赛，给我们擦楼梯，容易吗？最可怜的就是迎宾小强。我叫永强。好的，小强，听我说啊，你看一句废话没有，叫我永强，一天非常听话，让他干嘛就干嘛，请叫我永强，也就是非得见字呗。就这几个人跟斌子都在这工作七年了，你们为什么说开除就给开除了？能不能给我个解释？这公司效益不好，减员增效很正常。再说了，我就是给他们调换了岗位啊，扫楼、发传单、倒垃圾，不是工作吗？哼，你干过吗？这企业是有企业的制度，到哪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，这也是我们斌总的办事的规矩。斌总是斌总，我是斌总他爹。现在我是总经理，就得听我的。我管理就有三点：第一，公平；第二，公平；第三，公平。没法公平啊！你不知道，听我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是公司发展也好，建设团队也好，就跟我们平时玩斗地主是一样，懂吗？不管你抓多顺的牌，要有一颗大牌来开道，你才能出去。第二点，每当小王的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都让大王一嘴巴给打一边，打梗里上了。就告诉你，有老大在的时候，老二你尽量少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基层和高层调换岗位，高层的一把手、二把手下去干活，该看门看门，该搓澡搓澡，把基层的调上来，上来学习指导工作，按我说的办，立即执行。迎宾小三，没看见客人吗？女兵三位，请拿好手。喉咙有痰吗？不会大声点吗？女兵三位，请拿好手牌、拖鞋。真乖。阿贝阿虎，马上来会所。No。那干嘛？那是搓澡吗？使点劲儿，会使点劲儿不？南方不行大劲儿，头疼的老板投诉我。来，让他投诉来找我。你谁呀？啊，总裁。哎，不中。没事没事。走。搓澡呢，一定要用力，明白吗？这个毛巾跟随我20多年了，它可不是不少下泥啊，把它缠在手上，劲儿得用匀乎。搓澡跟做人一样，讲究分寸。放松。这就下泥儿，这个姿势，你这干嘛呢？另外是啥呢？另外你搓澡必须得让客人舒服，来放松，小伙。拽点脑袋。
看明白没？总裁的手艺啊，没有20年下不来。总裁，外面有人找事，请您出去一趟。来，你们干什么？是龙给我盘的啊，是虎给我握了。是谁呀？来砸我场子？吴总，那面。你不练过散打吗？几个人打的？就你们俩呀？就是老板的啊，看清楚啊，白纸黑字，签名，欠我们家50万货款。今儿是一个字，别怪我们玩脏了。你们说的也对。秘书，总裁，这是咱们公司的债务往来。这一摞呢是咱欠别人的，这一摞是别人欠咱的，这一摞那你先把这个欠别人的先拿一边。别人怎么就欠咱们50块钱呢？是50万，去海鲜市场饭团梁龙长期带人来赊账，半年一结。林总出事之后就电话也不接了。我明天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叫梁龙的。总裁，您真要自己去要账啊？那地儿可是龙潭虎穴啊。没事，兵来将挡。谁叫梁龙？谁叫梁龙？谁叫梁龙出来跟我对话？谁叫梁龙？兵工完工。我是梁龙。我是辽北过江龙，也是海洋之星董事长他爹。什么龙？你是真龙啊？我是辽北过江龙兼海洋之星董事长他爹，也是他爹地。斌仔他父亲有何贵干？欠债还钱。叫你儿子来要。不过你儿子现在醒不过来了吧？走了。梁老板，听说你今天进了600斤膏蟹，上价是70.61元，卖价是102.46元，一半送福田，一半送龙岗。你知道这海鲜市场有我们多少暗桩吗？我下大的。业不业啊？给你也凉快凉快。虎哥，我来晚了。是今天给钱呢，还是明天我派我兄弟过来取？可是我没这么多现金，拿货解行不行？装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装车！一天一夜吧，
我有点挺不住了。世界怎么红了呀？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视网膜是不是有点出血了？挺不住，别挺了。哎，50磅海鲜，药赶紧拉走，不拉坏了啊。不是，我发现你们爷们儿咋心这么大呢？我跟琳达刚对完账，从斌子出事以后，那个副总就一直在捣鬼，那账上早没钱了。看看吧，今儿个是要账的，明天呢发不出工资，后天银行拿1亿多贷款上门财产清缴，海洋之星这么的就完了。放心，有我们哥几个在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另外，琳娜，就是要给斌子投资那个人，你马上联系他，由我亲自跟他谈判，好不好？好的 ，uncle。听讲那个东北歹佬要见我啊。嗯，希望 Daddy 可以帮忙。你这是 Daddy 啦，我只是灾人，不是灾区。这一次我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见见他，看一看他是不是值得我投资。你不能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琳达，你个妈妈走个早，还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真正进入爹地的心啊。他们给的海鲜我们全都转手打排档了，绝对够数。我是差这点钱吗？我是让他生意开不成。我听说那帮东北土老帽明天要见投资人，你们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不留活口。放屁，是谈判。报告，我18岁学的会计，20年的前台财务，昨天晚上在海南的女儿连夜给咱们做的 business report。您放心，待会儿来了，我指定给他们聊的背夫的。报告完毕。好，万事俱备。喂。喂 ，uncle 啊。投资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。但是我父亲专门从香港赶过来见您。投资人来不了了，你父亲来了，那我必须得见他呀。在哪呢？人马上到，您不用准备。我爸就是一普通人。谁这是？我是三弟，琳达的老豆。琳达的爸爸，琳达的爸爸，他们要砍死我！我在这里躲一下，你们快走吧！如果不走，把他到底死啊！爱他们谁谁？跑路是东北人吗？东北人怎么攻的吗？哎呀，这五哥，快点上医院吧！你看打的这样，哎呦喂！没事吧？春娇，快上医院吧！春娇，真相啊！又见面了，又是你俩。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其实，
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投资人。这个就是我的名片。啊，投资的事情就找我个秘书吧。啊，吴总，吴总，吴总呢？钱啊，给钱啊！吴总，吴总是没用的，今儿给我们大伙少一分钱，都别想拿那不值钱的贡品和仗义给我们画大饼，是不是？是。难道说仗义不值钱吗？我刚谈下来一笔1000万天使轮投资，补偿你们的工资，另外还会偿还供应商的欠款。我老亲家说了，如果说我们业绩要上来的话，还会追加当初斌总跟他谈的1亿。记住，你们谁的我都不会欠。发钱。干什么？填表领钱了。哎，您刚才都有啊，您刚才。交卷了。雷迪呀，我觉得婆婆的性格还有长相，倒会亲妈咪啊。那个婆婆啊，我调查过了，花姐和冰仔的爹地是多年的同事关系啦。游戏刚刚开始，爹地做生意没输过了，女人也一样啦。Daddy， 你不会是要泡婆婆吧？我们都知道这是江湖大忌哦。买卖给呀，这是公平竞争。我已经安排了花姐，明天福布斯中国采访我的场地就放在海洋之星。花姐会全程安排啦。老板，胶卷放好了。我拍了，我拍了。几个？老板，加个微信，你会打电话。几个？李总您好，很荣幸您能在百忙之中和您的合作伙伴一起接受福布斯中国的采访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！哎呀，七哥，哎呀，等你半天了，大家呢也久等了。这位呢，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海洋之星总裁 Mr. 吴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走进屋。吴总啊，怎么样？贵所最近有什么新的创意吗？还是你自个看吧。头顶666，脚踩888，走进海洋之星，挤出精彩人生。兄弟，我先干一件。特别的豪横。哎呀，头闹呢。这个头发是假的啊，这是头套。我说这个泳池的水怎么那么热啊？原来是泳池游泳用的，后来让我改成泡池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连员工总共泡了81个人，泡得特别开心。我给你搓搓吧。啊，
没错过，我不喜欢。两位总裁，请问两位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呢？丑三一个人喜欢挑战，我平时登一登珠穆朗玛和乔戈里峰，今年我打算挑战乞力马扎罗。我呢是东北的，我特别喜欢野性。你比方说东北零下40度左右，我带领一帮兄弟去刨冰窟窿冬泳，顺便抓两个鱼回来吃一吃，是这样。哎呀，豪门呐，不行了，你把花姐叫来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忙啥呗？那个，我陪你不满意啊？啊，好了，你别在你撕我面子。呼叫气氛组，马上准备开始 ，over。手伸这里干啥呀？你先，我明显比他那宽呢。这次谁要是能给我儿子投资，我管他叫爹都行。不要说空话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白白来的，我要的是行动了。行动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可以说是哥，这么多年在哪受过这个呀？我来，哥，这不都是为了斌子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来，哎呀，我来，别墨迹了，我来。啊，不用了，今天我来，我自己来。东北搓澡工老五，不成企业，掌管海洋之星，实行上下级调岗公平政策，将东北民间特色由记者找老五了，他人呢？独家报道播出后，迅速取代游戏大亨，成为本社在内等多家媒体头版人物，被网友誉为史上最公平诚信企业家。我这次来深圳，就想帮我儿子斌子守护好这片家业，来弥补我的过错。还有这个。东北老炮，这海洋之星总裁密斯特五，那可不，这老五成名人了，必须的。那咱商业是不是也要火了？好消息，生子老马王胖全员地震，这回咱们兄弟算是聚齐了。哎呀妈呀，这真是好事成双，咱们兵分两路啊，我和琳达呢去医院把这好消息告诉斌子，你俩替五哥赶紧上火车站接咱兄弟回家。就这么办了。你可真行。所有的人权都是暂时的，握在手里的利益才是真的。机会就这么一次，帮我当上总裁，未来你们还是高管，分你们股份一劳永逸，我王森说到做到。啊，总裁，叛徒。我是不会背叛吴总的。话别说太早，你同场原批次的小萌还在我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总裁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。
年没见了，能相聚在深圳，我们要感谢五哥呀！感谢五哥，能不能给我消停点啊？来吃饭的啊，不是来听你们叫。这不就是那天那两个，是不是他俩？对，这咋的？皮子又紧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别，坐下。五哥家买的，咱都别动，坐下。哎，低调。你跟一个胖瞎子计较什么呀？这穿出去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？开一个小美容店，然后纹身、纹眉、纹眼线，老挣钱了。让他多睡一会儿吧，这都快一个月了。论刮风下雨呢，他天天都来这守摊，一守就是一宿。家属都快劝你了。几点了？哎，我得上班了。上什么班啊？你自己的身体也得顾着点。我没事。Anko， 你放心，我会像您一样好好的照顾斌子。琳娜，斌子能娶你，也是斌子的福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不多说了。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兵子娶你俩了。老五，哎，老五，慢点啊！上哪儿去？护士。如大家所见，近日我司发生了临时雇员，不，是闲散人等殴打顾客的恶性事件，对我司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。业绩口碑再创新低。吴总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规矩就是规矩，错了就是错了。好，我宣布我们公司马上开除爱德华，他的工资由我个人来补发。走吧。哥，刚来这儿从东北来回的钱。五哥，变了！来，继续。距离上一次管理层大会刚好一个月，在过去的一个月，吴总借改革之名任人唯欺，让企业蓬松，打压高层骨干，人心离散，无度使用公款，丧失投资人信任，承诺的业绩不升反降，这个怎么样？投资呢？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您都50岁了，还那么听讲？因为你取代了鸡哥成了封面人物，经媒体一炒作，他公司的股价都跟下来。你会真把自己当成功人士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和筹码跟大老板谈？1亿资金不到位，银行马上会爆炸，海洋之星从此一文不值。公平。把我们公司搞成这样，对我们公平吗？怎么知道？全体表决，同意吴总卸任总裁的请求声。全员通过，卸任总裁。
立即执行。吴总，老婆，大爷，我们还要继续开会，你起吧。我出去，出去。共事一场，就不完就不好了。行，行，那大家好好干。我让你往那边去。开会。喂，最后一个人，海源出击。好，我是基哥的秘书，他想约您见一面，聊聊能救海洋之星的那笔投资。这咋都吃中午饭去了？啊？看你们回来，你看我批评你们吗？批评谁？斌子。行啊。批评那些打我客人的，还有那些你一手提拔又投你下岗的兄弟吗？以前我好歹记得，在东北老家有个爹，是个社会大哥，到现在我才发现，他靠着仗义混了一辈子社会，没想到到头来混成了一个众叛亲离。我小学二年级来了深圳，我妈在哪里打工，我就在哪里戒毒。男人干了无数仗，挨了无数打，别人家的小孩挨揍了，就回去找爹。我爱他，是你跟我妈哭。那个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是病，我妈走了，你又在哪儿？现在倒是出息了，我用十年创办的公司，你用了一个月就全部把我的规矩打破，还得罪了投资人。最后的希望，我不怪你，因为你能做的，你该做的，只有搓澡，还能让家人难受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喜欢吗？这里的一切，还有这艘船，只属于你。
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够带自己心爱的人去海上长风破浪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我这里有一张船票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，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余生相伴，是你我宝贝了。给海洋之心的钱，我一定会帮你，让他们度过难关。老母能给你加倍倍。哎，来，这是我的绝活，老袁挂印。这个手艺很特别了。青娘，你还记得在医院那次江湖救急，你还说过有恩必报。我想求你帮忙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混过，也没混明白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来深圳，斌子，我们有20多年没见面了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你老婆。我希望能够帮他。说心里话，我不图他大富大贵，我就图他平平安安。不能跪了，不能跪了。吴总啊，我也有个事情想求人愿。吴叔，我觉得小发跟冰糖的妈妈很像，人好性好，我喜欢他，你让给我。我会对他好啊，我带他出国去旅游。你愿意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我们亲家了，亲家了啊！支票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没收好。小花呢？我收好。花啊，这么多年我也给不了你什么。可能以后老亲家呢就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一盆水洗不去这心中一道线。对不起。感动与否一起当头，你我自好听吹风散，平平淡淡心还真。还记得吗？这是我们谈的第一单，这客户死活都不肯接我们。我们在外面足足等了2天2夜。没有我，你永远只是当初那个外籍小职员。林子，朋友10年，最后帮你一个忙。来，法人签字。我们的海洋之心还能卖个好价钱，保证你下半辈子不需要再去摆摊。再
再晚，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王三，天真是个好东西啊！伯父，为了他，奶酪都可以出卖个吗？斌总，您父亲种的套都是他设计的。那又怎么？斌仔，我决定追加投资，海洋之星1亿，法人签字。没有生效。感谢伯父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。退雷，如果不是雷个父亲，雷个公司早就倒了。还轮到你坐在这里吗？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冲着你，而是冲着老五这个有情义的东北老炮。你要学会尊重雷克父亲，因为这个世上真正对你好的只有雷克父母。一个亿支票在雷父亲那里，做该做的一个事情吧。教你怎么做人。废话，我跟你走了半辈子，
今天兄弟们齐全，我们跟你闯最后一次鬼门关，打完这一仗，我跟愿意娶我的人走，永远不回来。哥几个别废话，我打头目，干什么就完了。深圳也下雪吗？啊！下雪了，好大！妈呀！真的，深圳下雪了，下雪了！好漂亮的雪，这么大的雪！下雪了！别停啊，哥疼啊，气死你，深圳都下雪了还打什么打，打你两个肺。今天是海洋之心再次启程的日子，今天我有一个特别想要感谢的人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他没有什么笑容，更没有给过我什么拥抱，但是希望从今天开始由我来照顾他到老了，感谢你爸。现在让我们有请吴总上台。Uncle， 儿子，爸爸这辈子看的就是兄弟情义，却亏欠了对你的爱。你那天说的没毛病，爸一点不怨你。看你事业如今成功，爱情也美满，爸知足了。爸回家了，那里有爸爸放心不下的人和事，记住，那也是你的家。爸永远等你回家。我花姐这么多年跟咱们在一起，容易吗？来七个人，回去六个，我就问你，拿不拿他当兄弟？
未来的娱乐人物。看谁敢！老五，你咋才回来呢？不知道坐飞机呀、啊？非得坐绿皮火车逛着逛着的，不知道等72小时吗？放彼此一马不好吗？不放！腰特别疼。就不放，就不放，就不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孟。哇，老孟。下雪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孟特级。是的，下雪了。你们这是一帮人在干什么？啊，就是那位先生，他带着一群社会闲散人员，然后叫人。雷刚刚说愿意和曲磊个人走，是雷个真心话吗？我们东北人吐口吐没是个钉，我说话算数。我输了，雷走吧。我看到雷和雷个兄弟们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，我输得心服口服啊。放心，那个钱我投，我不是冲你，是冲老五，这个人值得我投啊。够爷们。吹风散，平平淡淡心还真。路走得顺溜，咱就大着自流欢呀，也难免沟沟坎坎，小心。